不论是佛门修行仪式及丧仪，在华人社会的佛教里，最家喻户晓广为人知的咒语就是大悲咒。大悲咒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真言，字字句句都涵盖观世音菩萨大慈悲心、无上菩提心以及济世度人、修道成佛的重要口诀，所以特别灵验。相传观世音菩萨刚听闻大悲咒，发下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大愿，此时大地震动，观世音菩萨立刻生出千手千眼，大放光明。那到底念大悲咒有多少好处？观世音菩萨与我们人间的因缘非常深厚，当众生遇到苦难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只要称念名号，观世音就会观其音声前去救度，诵持大悲咒不会堕入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三恶道，并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，得到无上的智慧、辩才、相貌与财富等等。